今日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好。我今天来讲这个台湾猪问题探讨哈。这真侪资料是拢原来咱秘书长的册内底有哈啊，甲我为网络遐揪一寡资料哈。那么台湾猪问题，一般吼，咱台湾人若饲猪啦吼，差不多200天七个月就会当杀啦。但是咱饲一阵猪吼，饲67天啊，啊无法度杀呢。吼啊，所以问题足济，啊所以咱来一个一个来甲探讨啦吼。啊，我自我介绍，我若原住民，但是我是平埔族的原住民哈，那么平埔族，我那到十族了哈。啊，我伫高屏地区，我做马卡道族，属西拉雅族的分支哈。那么小林村、麦村，迄个叫做大满族，我那属西拉雅族语系的哈。语言差小块哈，有一部分无啥共安尼哈。那么其实台湾人，有85%以上，你的血液内底，你甲抽起来验 DNA， 咱的血液拢超过85%是有原住民，吼，包括高沙族的这个基因，哈。啊，你要安怎分辨讲你是毋是平埔族的？真简单，就是讲你的手甲弯落来，遮若有一条顺的，吼，迄就是平埔族的。啊，是你的脚掌甲上尾啊，肌细肌的迄支，吼。然后必顺呢，哦，一种平埔族。啊，搁一个呐，像我，咱的皮肤啊，像我乌无乌人遐乌，吼，啊白无白人遐白，啊差不多红差不多六分色这色个，吼，啊，这个呢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吼。啊，所以莫笑讲啊，迄平埔番，真侪人唔呐讲平埔番了。佫加一个尾音，讲平埔番啊！你若看尾音，拢有轻视的味道，哈、哦。譬如有个人嘛讲讲客人，甲客人讲客人啊，哦，啊那客人可能就讲河洛人讲河洛啊，哦，啊咱卖用呢，咱甲各族群互相尊重，哦，啊就客人就好啊，啊是平埔族的，好、哦、安就好，唔好讲平埔啊。因为比如车就较大只吼，啊那车就较细只而已啊，哦对不？哦，咱咧塞大货车吼，拢我咧塞拖拉机大只嘛吼，无人咧讲我咧塞拖拉机啊，哦无嘛吼，对不 ？OK， 啊所以虽然人讲我翻啦吼，无要紧，啊其实大家拢计85%拢翻吼，我欢喜大家做来做翻啦吼 ，OK 好。啊，这当然，我要讲这台湾的问题，就要让大家了解，吼、哦，咱台湾最近的近代史是安怎，吼、哦，啊，其中发生什么变化，吼、哦、，OK， 好，好，今麦咱上台先讲，就讲，爱先了解台湾的地位，就爱为马关条约开始讲起，因为马关条约是国际条约，是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所签的，啊，到底？伊个内文是啥？咱较早历史册所读个国民党甲咱教，甲咱讲马关条约，啊，无爱互你知影到底伊内底是讲啥？吼、哦，啊，其实伊上头就是讲大清帝国大皇帝兼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所签个合约，吼、哦。OK， 啊，这是派当然皇帝无可能亲身出面嘛，所以一定是派伊个大力官，吼、哦。像大清帝国就派李鸿章，啊，日本帝国就派这个伊个总理叫做伊藤博文哦，出面来签这个哦合约哈、哦。那么马关条约的第二条款讲，大清帝国将下开地方之权啊，堡垒啦、军区、工厂，甲一切属公的物件，
永远让予日本。哦，啊，这你注意看，永远让予，这个拼无形的啊，对吧？既然永远啊，所以咱对迄个时间点开始，咱跟大清帝国、跟支那切断呀。所以因中国即卖也搁咧讲啊，祖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佮神圣不可分的领土，迄无法律的根据啊，因为咱这是国际条约所讲的哈。好来，啊，伊第二项就讲，佮台湾全岛佮所有附属的国岛属哈，就包括钓鱼台啊哈。OK， 第三项，澎湖列岛啊有。叫有些经纬度，好，各经纬度之间的诸岛屿，因为澎湖做着小岛的，哈，啊，就用经纬度安尼包起来，哈 ，OK。那么马关条约第三条款讲啥？哦，伊讲，咱以前，好，那民间啦，哈，土地买卖，是毋是爱去火箭事务所登记，爱请火箭事务所派测量员来鉴界？定界制，干那民间的行为就安尼啊！啊，国家甲国家中间的割让领土，当然嘛爱划定疆界哦，所以爱派两个官员共同划定疆界哦，就地踏勘，对于当地很点的对吧？哦，确定划界哦 ，OK。啊，所以正是按照国际条约哈、哦、正式来处理的哈、哦。啊，第五条款有讲本。条约，吼，就是这个下关条约，互换批准两年，含两年以来了，吼。你若大清帝国的居民伫住伫台湾甲平湖的，你若无买好日本管，你会当变卖所有的产业，啊，退去界外，就是看你要等于恁大清帝国，吼，还是要去其他的国家。但是若两年满了，无迁徙走的。所以视为日本臣民，就是你在做日本的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啊！哈 ，OK， 好，啊，再来咱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投降了，在9月7日，哦，在东京湾密苏里舰签投降书哈，啊，迄个时阵，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的第一号来委任。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来台湾军事占领啊 ，OK， 啊，这个麦克阿瑟命令安怎来？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啊，在1945年8月19日由杜鲁门总统所核准了，他授权和麦克阿瑟将军在高尾切吉在对日本的受降典礼一刚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受在台湾日军的投降，我只看来命令蒋介石是安怎用命令，因为位阶不同。麦克阿瑟是盟军的总司令，啊、那么蒋介石只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所以定时的关系是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派伊的蒋介石部队来台湾哈。啊，这是因为美国为日本台湾的征服者，因为所有来攻打日本。甲台湾的拢是美军，啊，所以美军就有权力来分配盟军占领区，哦，啥物人去占啥物所在，好，比如讲，伊就分配北纬38度以北，遐个日本兵爱向苏联远东区的迄个总司令来投降，好，啊，那么北越，啊，北纬16度以北迄个北越爱向蒋介石。来投降、哦、包括当然迄阵台湾甲平原啊，向日本兵爱向蒋介石投降吼、哦，啊，这就是美国有权力分配占领哈、哦。OK， 好来，啊，这旧金山合约是伫1952年4月28日生效，啊，那么生效内底所讲的第二条，美国日本放弃台湾甲平原，其实伊干那是放弃管辖治理权俩，啊，真侪人拢。唔知道日本是这个日本政府敢若放弃管辖治理权，拢认为讲，规个拢放弃掉伊啊。其实大日本帝国天皇还佫握有台湾的主权，只是他放弃地上的管辖权。就譬如讲，
我甲你租你的土地，我若甲你拍契约，啊，租金付予你了，我不用租五年。那么你等于就是放弃迄你迄块土地地上权。啊，我判了话要在顶管要种山啊，要种奶子，要种啥物，都在我种啊。顶管我要安怎管理，就我的权利啊。啊，你放弃地上管辖权，哦 ，OK。但是土地要搁你的，因为无过户嘛。哦，所以你看。日本敢那放弃台湾甲平洋，敢有旧金山合约敢有写讲要交上？无呢，对不对？所以这块土地还佫日本天皇的，啊，只是伊袂当佫管这块地，这块地已经美国委托予蒋介石来部队来这里管理，哈，啊。OK， 第二十三条 A 确认美国是日本，哦，当然这个日本就包括咱日属台湾，伊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哈，啊。啊，因为有这个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所以拢以徛头咧处理太平洋战争所留落来这问题，包括旧金山合约拟定哈。OK， 好啦，啊，咱来检讨讲，那么有关台湾地位国际条约、法律宣言的位阶来做一个比较。像观看的这两个啦，这两个拢国际条约，这种国家国所签的，这种个国家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那么这旧金山合约有51个国家在签署，啊，相当于因的国会有核准的有48个国家，哈，哦，这个是目前台湾地位最有权威性的，就是爱看这个，哦，所以咱一直秘书长2006年就咧讲，要让台湾回到历史原点，回来到这。啊，这个台北合约就是伫旧金山合约生效了，中华民国卡跟日本签的日华合约。但是这个日华合约，伫1972年的时阵，日本政府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断交了，这个日华合约就失效去啊。好 ，OK。过来为这个较低，美国台湾关系法，这个美国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是美国参众议院因所拟定的，啊，因要拟定这台湾关系法，拢无含咱台湾人参详，因直接拟定，直接生效，哦 ，OK， 并实施，哈，哦、，OK， 啊，真侪人误会讲，哦，台湾关系法就是咧保护台湾的，无唔对保护台湾，但是主要是咧保护中华民国的遐难民，哈、哦、，OK， 啊，所以咱要求。那咱台湾政府执政，这个台湾关系法爱甲取消掉，哦，卖讲取消，可能爱悬置啦，就是麦克苏永啊，爱倒来到旧金山合约，因为旧金山合约内底所讲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这个是保护着咱本土台湾人，无保护着中国人。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 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只要住伫台湾土地。监管这些人，拢受到美国的《美国台湾关系法》所保护，所以就去保护到中国的遐难民啊！哈 ，OK， 好，过来为这上加就开罗谎言啊！哈，这个是一个新闻公报呢，是一个战争迄阵为了鼓舞蒋介石所发布的一个政治宣言，哈，政治主张呢，哈 ，OK， 啊，这个免讲啊，迄为这上加啊，所以。咱来检讨就讲，台湾的军事的地位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日本嘛，美国军事占领，啊，由流亡中华民国咧代理管理中，哈 ，OK， 啊，这基本的，咱先把台湾的地位先弄清楚，下卡要讲的就较会清楚啦，哈 ，OK， 好。那么，其实台湾跟美国自足早就有。读这个南加之盟这个条约，因为1867年美国的商船罗法号伫台东的外海哦船难，啊，这人起来了，煞许台湾族南台湾族的人抬死啦，啊，美国向大清抗议，哦，啊，清朝政府讲，嗯，啊，枋寮，伊即摆地名哈，枋寮以南非我大清版图的对啊哈，迄种生番之地，伊唔敢去管的所在，因为。大清的势力无去到
迄个南部迄个山区呀。好、哦、啊，所以伊用安尼来卸责的对吧？伊讲迄台湾化外之地，唔是我大清帝国所管的。啊，为遮来看就是讲讲大清帝国迄阵，干来会当管西部沿海一寡屯垦区呢。啊，所以你看到南部，伫个牡丹这个所在，就唔是大清帝国所管的啊。哈、哦，好，啊，所以美国就派这个。这个领事叫李礼让，和南台湾十八社的头目卓继祖这个哈、哦、来签约哈、哦，啊，基本的内容是讲南台湾地区哦，就是屏东的南部差不多车城以南遐，哦，非清国的领地哦，这个南家之盟是美国和南台湾的原住民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啊，台湾为了开始浮上国际的台面哈。哦那么台湾跟美国有关的这个条约，还有一个旧金山合约嘛，哈、哦，啊个美国台湾关系法，这也国内化，哈、哦、，OK， 好，啊，咱今来讲，是按照美国要将台湾的地位问题巧妙的模糊化，其实美国哈、哦，伊迄阵为着要利用蒋介石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蒋介石已经要拍个密去伫迄个重庆这个雾都，伊大半江山拢已经咱日本军甲占领，所以退居到西南部去了。啊，秘伫遐，蒋介石已经有派伊个和平代表私下咧跟日本咧接洽，准备要和谈。安怎讲好啊？啊，都互你占遐，都你占，啊，咱卖阁战啊，啊，剩的都我继续管。但是美国的情报单位知影讲，哦，安尼袂使。如果拿和谈攻城，日本兵会当甲伫中国遐大个所在遐百几万兵，拿切一半，差不多六十万，出来顾台湾、顾菲律宾，还是顾琉球，还是顾这个南太平洋这小岛，安尼美国若要反攻，美军还阁死几啊十万人。罗斯福想想，安尼未通呢，吼，啊，就想一个开罗会议，这个设这个局，来叫蒋介石来，你来开罗，看我这，我给你提升这，你原来四大五大强国之一，吼，中美英法苏有无？吼，啊，我给你钱，给你物资，给你军事武器，我给你支援美元。我蒋介石听了讲，原来是。四大五大强权之一吼，中国人都爱民主嘞，我、哦、都真正带宋美龄都往那去开罗开会啊嘞，是安尼，唔卡设计一个开罗宣言，讲啊，都那战后，那甲日本打败，要甲台湾甲平和，要交迎和，你中华民国是安尼来的。其实美国，伊拢为着伊所有的动作，拢是以美国的利益为第一考虑优先，过来卡考虑其他。所以，伊犯了这个错误了，哇！本来我有意思讲，真正战后要甲台湾还我中华民国，尾下才发现讲，哇！台湾已经是变作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挂袂出去啊！所以只好跟他要求日本政府爱放弃台湾甲平和，哦，这是安尼。啊，伊犯这错了，一直为了圆谎，所以一直爱用模糊政策。包括和中华民国大家跟咱用裕民政策加工，啊，咱拢回归祖国啊，哦，所以祖国唔该派兵来占领，哦，来接收，啊 ，OK， 就是拢为着美国的自身的利益第一优先哈，啊，无爱跟中国因为台湾的问题来正面冲突，所以伊拢要求讲中华民国这的领导者，哦，卖跟中共那边。硬都硬得对啊！哦，比如像李登辉，伊1996年跟彭明敏咧选总统，啊，李登辉讲两国论，阿强来去批评啊，唔敢发生台海会战危机哈，伫吉隆外海甲高雄港外海气势非大，啊，美国来紧张啊，伊惊讲擦枪走火，所以伊随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随来南北安尼顾掉咧，啊，这嘛是咧顾伊美国的利益啊。啊，
啊，尽量你莫出代志，因为代志美国都爱开钱啊，都爱派航空母舰出来，迄爱开足侪钱嘛，哈。啊，所以尽量不爱你台湾跟中国迄边有啥物摩擦。啊，所以阿扁也伫2004年第二届连任了，伊想讲伊无连任的压力啊。哦，本来从2000年到2004年这段，跟小布基处得不错。哦，所以伊要去中央美洲访问的时候，美国给伊足好的优待，给伊直接飞入去入迄个美国的本土去纽约，哇！啊，会当待遐伫街仔路头，跟美国的遮台侨，哦，握手见面安尼，好吧？但是2004年以后，伊想讲，伊要行家己的路啊，我特别行台独的路线，我特别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有诶无诶？啊！所以，小布希因只团队甲讲，阿扁也是麻烦制造者哈 ，trouble maker 对吧？阿不也阿扁也要去中南美洲访问，就无爱让伊直接飞入美国本土，就叫飞去阿拉斯加迄安克拉兹，哈，伊也会赶甲皮皮刷有无？阿哥回来嘛，无爱让飞入美国，唔怕阿扁也创一个啥物，就做迷航之旅啊，啥，准飞利比亚，讲要飞去利比亚。啊、美国把台湾当作一个棋子，那要需要跟阿强啊配合反恐啦，还是要来压制北韩的时，啊，就霸台湾，和阿强啊看了对啊，啊，就讲宣布讲，阮无要去卖什么武器哦，中华民国啊，安尼。啊，台湾就不是，伊那要加强啊洗面，要加霸阿强的时，啊，就讲啊，我要。准备要去买啥物武器，吼，中华民国安尼对不对？啊，拢甲台湾当作基地对不对？好 ，OK。啊，其实美国嘛咧等待本土台湾人爱觉醒超过75%，是安那来75%，唔是51%，因为国民党伊足够买票，足够吼用迄个利益挂钩，黑白两道吼、哦，所以咱得爱加赢头25%多啊等。无是安怎？他最近这两届，谢中鼎啦，也是蔡英文，迄声势拢真好，啊是安怎拢会输？民调拢敢若拢咱赢，吼、哦，咱日军咧赢，啊哪会拢选输？就是用买票买去，吼、哦。OK， 啊伊个加占15%以上的这个电视媒体啦、平面媒体，拢是掌握伫中国人的手里，哈、啊，所以咱的媒体解释权，咱也拢输人，哈、啊。OK， 好。啊，再来看讲，是安那日本政府都来台湾施政，是安那受到高沙原住民的激烈反抗啊，就是因为讲大清帝国伊敢那有西部沿岸这的屯垦区呢，伊管辖所及的所在，但是敢那讲，咱要买一间厝。即大清帝国讲要卖一间厝，讲连隔壁别人诶，讲也甲卖去啊，就甲原住民诶，吼、哦、中央山脉以东吼，遮、哦、诶土地拢割让，互日本政府呀。啊，所以日本入来了，要通敌，要入去通敌即个原住民诶山区诶时，受到激烈的反抗，就讲，哎、欸，遮我传统诶领域，我诶打猎所在，一般诶人拢未使入来，因着出草啊。所以原住民激烈反抗，好 ，OK， 啊，这就是咱有秘书长有讲过啊 ，OK， 好，啊，咱来探讨讲，咱要安怎反驳误会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的人？好，啊，足侪人拢讲，啊，咱这种假，好啦，总讲咱假啦，啊，无你讲阮假，啊，无你创一个真的，你用来用一个台湾民政府，恁用一个真的来，我看卖，啊，我来对恁，安怎好？啊，咱其实咱爱先甲问讲，你敢捌读过零和论述？零和就是林志升兼何瑞言啊，这个何瑞言是阿多啊。恁捌读过因两个所出的任何一本册无？毕处长出足侪册啊，哈！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台湾地位真相第一册、台湾地位真相第二册，哈、哦、啊，新台湾论 ，OK， 这些册，还有一本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这些册。伊敢拢捌看过，敢捌看到其中一本，
哦，你若捌看过其中一本了，你较来批评。哦，安尼我不会讲。但是若无读过，啊，就敢若讲毋捌看过林志升的表妹林志玲，啊，就讲林志玲有够歹。你拢毋捌看，毋捌看过，啊，你甲讲林志玲歹，或、啊、者表妹是一表三千里啦，拄啊从林志，哈、啊，毋是真正小妹啦哈、啊。OK， 好。啊，既然拢无读过任何一本册，基本就讲对咱台湾民众拢一无所知嘛。啊，既然一无所知，啊，咱要安怎跟这款的无知的人要去沟通解说，要安怎跟伊辩论？哦，无交集嘛。啊，你都根本都唔捌，我要安怎跟你沟通？哈、啊、，OK。好，啊，其实咱台湾哈，作者拢已经身份啦、角色拢错乱了哈。这是什么原因？因为真侪台湾人错认中华民国就是我国，就是我们的祖国。而且就伫第二次建交，台湾文化协会遐人，吼、哦，因遐拢较想讲要向往中国这个祖国，所以这人话呢，遗害着咱台湾人，吼、哦，伊想讲哦，咱要回归祖国啊，吼、哦、啊，所以拢去甲迎接。啊，因为拢较早拢读迄个暗俄啊，哦，拢读汉学，好吧？好，啊，你看陈云林来台湾的时候，迄阵，哦，反而帮忙保护高级中华民国的车轮机，好吧？迄阵来中华民国拢甲机啊唱两届，啊，日军呢拢举机啊去机场沿路到台北起家，吼、哦。拢去甲中华民国机啊，咧甲抢着对啊，安尼是毋是头个歹？人中华民国的警察咧收机啊，咧甲机啊压落灯，咱应该爱斗阵去甲斗收起来，斗压落灯，等笨做人啊，咱是咱过去笨做人捡中华民国机啊起来咧抢，哦，这是毋是精神错乱？咱应该爱掠咱日军的机啊出来嘛，哦，譬如摕咱民政府哦，这机啊出来，毋较对。啊！另外，中华民国的人吼，因中国人伫台北市咧摕五星旗啊，四界咧也飞。伊即摆国民党抓共产党化，好吧？因即摆咧摕五星旗，即种什么爱国同心会啊，啊，即什么爱国神经病遐啊，吼、哦，遐人咧个，遐拢较早讲叫咱要去做反攻大陆遐人，对不？啊！因咧个即款诶，国民党变共产党化，啊，民进党来补位，民进党国民党化，啊，台联较来补民进党个位，即卖较有法理论述诶，顶多是台联，民进党无咧讲台湾要行一对，啊，有啥物论述？即几年拢无吼，顶多说台联敢那三个立法委员尔，迄声者，迄个。伫迄个报纸、电视顶上来报的版面，他无输民进党了哈。你看，连李登辉，伊咧讲，伊咧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啊，这个是讲个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从这个语词来看，中华民国是从别的地方来到台湾，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表示伊是外来哈。但是来到阿边啊，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做个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哦，这足大错哦！自我第一个看到这个吼，我就讲啊，无差阿扁也是读法律的，伊唔知影讲安尼创的吼。本来台湾甲中国是中华民国是要去拆开，伊甲连接做等号做夹做伙去啊！吼，这足大错哦，互咱台湾人连咱本土台湾人介一阵火去，拢认为讲啊，中华民国就是咱的国家。为啊开始，啊！咧谢长廷哈，伊咧讲宪法一中，啊！谢长廷都伊沿路拢看阿扁啊吼，拢咧竞争啊，不止拢有阿扁啊拍牌，比如原底谢长廷嘛要选台北市长有无？啊，尾啊迄个阿扁啊初选赢去嘛。好，蔡英文错得最离谱，伊讲古算前年啊，2000在一年十月份，伫高雄市的乐安讲，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中华民国唔是外来监管，是台湾政府。哦，这台湾政府是咱即马有登记有注册呀，哈，干那咱会当用啦。啊，伊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好、哦，啊，佮讲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是已经干那讲，伫只，当年当年安尼伫选举，吼、哦，选到即马已经变台湾政府啊。哦，这嘛足大诶错误，吼、哦，即下大概明白清楚，哈、哦。啊！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人竟然生气讲：“啊，阮中华民国咧，有无？是毋是介侪人乱呢？”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对的呢，因为全世界伫联合国，敢若有一个代表中国，叫迄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咱已经迄个国民党甲咱洗脑讲，中华民国就是咱台湾人的国家，这错误。中华民国绝对不等于台湾国哈、啊，台湾人唔好受气。美国的一个政策加三个公报，这是正确的哈、啊。其实，咱台湾已经足严重的汉语化的台语，即卖少年的哈，那要有讲台语的，拢讲到安尼臭年代、臭年代。好、啊，台语是咱本土。本来是上强势的，但是因为长久年来，伊歧视台语，自细汉吼，像我读小学，我若讲方言、讲台语，就爱用挂告牌啊，啊罚钱有无？啊，若无钱，然后罚爱压伊啊，有时啊压水，吼、哦。所以，伊用轻视的方式，让咱台湾人讲台语会自卑，吼、哦。那么，即摆少年的吼，台语。包括这个台语的，包括客家啦，各原住民的语言，这种属台语哦，哈、哦，已经拢讲袂认得，甚至连听都不要听哦。啊，咱今麦来看讲赞美，那台语变哪讲？俄勒哈，好袂歹，我刚有听到有人讲赞美哈，哎、哦、用，迄有只直译啦，哦，迄有汉化的直译，啊，过来。这伫广播电台，我有听到，佫是咱的绿色的电台哦。伊讲过讲，这物件食开甜甜脆脆，哎，切切对，哎，哦，你看，连迄要提出来台面广播的，都讲甜甜脆脆啊，脆脆是呼呼伊啊，切切唔较对，就甜甜切切哈。佮、哦、有清凉安怎？电台讲清凉解热啦，哇，爱解热较对嘛，哈、哦。台语嘛有破音字哈、哦，来，搁一个台语变音的例哈、哦。香港的香很香，哦，拢拢香。咱台语是讲叫做香港的香真香，变三音去啊，对不？啊，我去香港买香香两两。啊啦，反正汉语就来讲，我去香港买香香凉凉。好、哦，我要去香港买香香凉凉啊！我刚咧羞羞嫩嫩嘞，香香凉凉，好、哦，对吧？啊，这是台语变音作趣味啊！啊，譬如讲，咱咧讲，那台语够一个加强语气，哦，就这红色的红。啊，那较红的红红，哦，啊，那搁较红的红红红啊，哦，对不？啊，你若讲门开，开是一旁啊，呢，开开搁较宽，开开开就装开啊，哦，对不对？哦，我介绍这款人啊，乌蛇蛇啦，绿夹夹啦，哈、哦，红怕怕啦，哈、哦、，OK， 注意啊 ，OK， 好来，美国军机经常来去自如，咱再看麦。哦，莫拉克风灾，美国的军机载来台湾，啊，美国的军舰驶来伫咧等台湾海峡、台南外海，吼、哦，啊，是毋是用直升机吊迄个骨手，吼、哦，啊，鲁托机吊入来伫咧台南的机场，啊，卡去入去救灾区救灾。啊，你啊想，大概三四个月前，迄个叙利亚的外海。有一架土耳其战机疑似入侵叙利亚领空，就迄个叙利亚用防空飞弹甲
下落来，敢若疑似鸟，因为迄飞行机咧走足紧的吼，啊，你伫雷达荧幕上看，伫边缘咧导向下落来，吼，啊，无正式讲你要到土地顶端咯，伫领海外迄领空导向下落来，啊，你看看美国要来救灾，一般美国要来救，要甲其他国家救灾，美国有一个美国国家救难总署。拢是迄个民间单位咧统筹救灾工作，吼。那么莫拉克风灾，美国公布甲中华民国这边讲，我要去台湾救灾。那么恁台湾的救难单位，含我美国的对口单位是国防部，唔是美国救难总署哦，是咱来国防部。你话国防部佫派军机为乌克兰哇？派C-130栋，载一挂在防水部来，哦，载一挂补助来救灾物资，用军机，因为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啊，咱的台湾的上司电管就是美国军政府嘛，啊，美国军政府电管就是国防部嘛，所以中华民国的救灾单位要跟美国的救灾单位对口单位是美国的国防部。啊，无你一般军机，你学袂入来人领空。哎，美军发入来都入来，伊免甲你中华民国通知呢。因为我是头家，我当时要转来，就随时会当转来嘛。咱无可能讲，咱要转来咱兜锁匙夹咧，咱夹咧就要开门就要入去啊。无可能去问迄边咱边仔只狗哥哥，我要入来敢袂使？无嘛吼。咱头家转来锁匙夹开就入去啊。啊，中华民国只是看门狗尔嘛。你替美国咧顾台湾这地，卖互阿强啊替伊尔，因为美国伊算无得来用。我若用美军直接来像琉球安尼直接占领台湾，我爱开足侪钱啊！美军、美国大兵拢领美金咩呢？对不对？嗯，我来委托你中华民国，啊，恁的薪水都低低安尼，可能我20%尔。嗯，我著摕一寡我旧的要淘汰的武器，俗俗啊卖互恁，吼。有的阁无俗哦，阁卖了足贵的吼。那么，啊，你着中华民国阁真了受，甲咱台湾阁建议做兵，互咱去替中华民国做兵。啊，台湾人够衰，咱的土地互占领，啊，咱着爱阁去做兵，啊，咱着爱阁纳税金，去予中华民国先摕一半的回扣伫咱底啊，啊，剩的开去甲美国买迄落歹人旧些武器。啊，咱来替美国人顾美国大门，因为美国的第一岛链就是为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这是第一岛链。啊，这等于美国的前线。啊，咱台湾人去做兵咧替美国顾大门，啊，咱家己爱去炸便当，安尼有衰无？足方便哈。啊，你看讲。2011年10月29日，美国的空中加油机 KC-135降落台湾松山机场。啊，美国在台时，人咧也问伊讲，无啦，我都一个官员的囡仔破病哦，爱送去日本医治。一个囡仔，台湾的医学，我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嘛。啊，再一个婴儿，得爱创几只这大只吗？夭壽哦！哎，迄仙子偌大仙了？其实吼，美国是用一只上大只、上重的飞行机咧试松山机场的跑道，啊咧测试伊的迄个数据。伊一般飞行机若要降落，是爱逆风降落，安尼阻力较大，跑道较免滑行遐远嘛。伊调工顺风哦。调工要试，看爱偌久较冻会调，吼、哦，这就是咧掠参数。啊，起飞时嘛是爱逆风起飞点，伊嘛是调工甲顺风起飞，拢无咧听中华民国塔台咧指挥就对啦。哎，啊，这就是掠参数，伊就是讲，若万一台湾有啥物战事发生，美军要用上大只C-130，还是啥物物件要再重的？重机械、重设备，对吧？爱先用这试看卖，
带我当爱华诶华金瓦行，较袂冲出跑道吼，啊是相当啊飞袂起哩哈。OK， 这是正港的内幕，唔是讲真正要赚一个银啊，要赚一个上加五公斤嘛，啊通开一只大大只，惊死人啊！好，啊你来看，去年的五月二十下晡，美国代表团在军机祝贺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就职典礼，麦恩九的，以及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呢，哈。一个局长要就职典礼是早时啊十点，啊你甲注意看，因下晡才来呢。有人去讲请中道秘书哈，结论的秘书请中道等，啊贵宾下晚才来哦，干完呢？啊，其实就是美国根本无甲你麦恩九看在眼内嘛，啊你都细汉呢。就职上面典礼，啊，那这是因这个行政专机了哈。好了，来看，其实阿扁啊担任美国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李登辉嘛是哦，你莫当作讲，哎，阿因是做李登辉阵，伊是所谓讲叫做台湾人，啊阿扁嘛台湾人，足侪人就讲，哦，这咱台湾的总统。唔是，迄是中华民国总统，吼、哦，咱拢搞混了，唔好甲台湾人做总统，啊，就翻译个。其实迄拢嘛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咧做中华民国总统。啊，若美国来看是，因为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袂使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所以甲台湾只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吼、哦，台湾 authorities。啊，这个阿扁啊做八年。伊讲，伊经常接获美方指示行事，实为美国在台代理人，无毋对。无论你是蒋介石也好，还是来到台湾人的李登辉，还是阿扁啊，拢是美国在台的代理的领导人哈。啊，这都敢若讲，敢若麦当劳美国总公司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台湾做台湾麦当劳分公司的总经理，来管台湾这间公司分公司。啊，这个总经理呐管无好，美国那边当主的开会，那好，这个甲换掉，随时会当换掉呢。啊，譬如讲菲律宾，马可斯做菲律宾总统做无好，贪污腐化啊，买票啊，所以做。做甲迄个因菲律宾人，规个甲伊迄个总统府马卡人包围起来，咧政变。美国看局势歹，讲啊，你都做了遮歹，来，你听我的，我用飞行机甲你载走。啊，马克思看局势歹，伊无走，可能爱死多安尼啦。所以伊阵坐美国的军机，飞到夏威夷，啊，阵伫遐终老病死，吼、哦，对不？赶快哦！马英九若做无好，五分钟，美国用直升机就会当甲载伊清泉岗基地载走，载倒去美国，吼，同款吼，都若做无好，会当换掉就对啦，吼。啊，咱来看伊阿扁伫2006年六月26日，迄日，美国 AIT 前的处长杨淑丽曾在总统府训示阿扁三点，训示，刚才甲细汉的。训话哈，第三点第二讲，伊甲阿扁警告讲，台湾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人袂使公投。迄阵阿扁一直要创公投，什么黄一新公投啦、哈统独公投之类的，美国真紧张啊，所以甲阿扁讲，台湾人袂使公投。即句足奇怪哈。美国你号称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啊！你民主毋是拢爱用投票选举哈、啊，公投这拢属自由民主的法治的一环呐、啊。那台湾人袂使公投，其实美国犯了了无唔对。你若加2008年，这是2006年就经过呀。你若加2008年，啊是2012年，这个总统大选，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你甲当作统独公投，咱是咪输呀？咱。在台湾这些人容易参加伊的选举，你敢那去参加选举，咱就输啊！因为你敢那你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去投票所，甲领选票，
你就承认讲你是中国人，因为迄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对不对？你干那遐，你就先输伊啊！你把家己啊当作中国人呀！啊，那么你伫公道、伫自由意志之下，你公道出来，恁拢选通牌，马上又救，两届拢选要含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所以安尼足危险的，因为你若用自由公投所投出来，你讲要统一还是要独立？啊！你真正甲公道，啊，迄两届拢输，啊，若安尼输，国际会甲你承认咯。讲这是恁台湾人，恁伫自由民主意志之下，吼、哦，家己欢喜，甘愿要跟中国统一的啊。安尼迄阵美日安保条约可能连要用这条要出兵，可能都师出无名，吼、哦。所以这作危险，所以美国虽然动讲台湾人袂使公道，啊，台湾的地域嘛未定，到底要安怎处理？美国还没出手、啊、到底我们是要依照琉球模式要再回日本、啊、琉球是因为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协商，日本政府说、啊、不然我还要再开多少钱给你补偿，你才要把琉球还我，美国才开3亿2千万美金、啊、这个就类似说战争债、啊、这因为当初打琉球美军很多船啊飞行机都沉在海底嘛，哈！啊，美军嘛死伤足济，啊，所以这个这条钱代表有签这个琉球返还协定，所以伫1972年5月15日迄天，琉球就等于日本啦，哈！啊，咱买这样循这个模式，台湾目前虽然未定，但是咱爱来看，咱要求咱的日本的母国来看日本迄、那个美国政府来协商，那么台湾。爱付出偌济战争债的代价，伊较要幸福，咱的日本人无讲哈。好，差不多讲个台北合约内底内容拢无讲要甲台湾甲澎湖搞上，包括旧金山合约嘛拢无啊哈。啊，你讲中华民国伫1949年就已经灭亡啊，啊变啊交接点交，啊因为伊1949年就死啊，啊这個。是因为美国要搁咧承认中华民国，因为伊要利用中华民国替伊过台湾这个岛链嘛，吼、哦。啊，所以唔该，伊从冻到1972年，利用他做联合国，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哈、哦。OK。好，啊，咱来看1945年10月25日，因所谓光复节迄天，伫迄、那个，你看，这南偏讲台湾光复嘛，哈、哦。啊，这另外，咱台湾是太平洋战区，伊甲你写中国战区，好不好？我甲咱骗嘛哈！啊，你甲注意看，上悬的这支是美国旗啊，啊，这嘛美国旗，好、哦，啊，这较有一挂的哦，美国的甲嘛，迄、那个苏联的，哦，啊，甲中国的，你看这，这有四个国家：英国、中华民国、美国甲苏联的旗啊。这是代表讲，伫台湾的日本军是向盟军，叫讲迄阵的较大的国家有五个嘛，中美印发书，因为迄阵法国拄啊等于为伦敦搬等于印法国，还佫兵荒马乱，所以无派代表来。这代表咱迄阵的日本的台湾军吼，是向。盟军投降，唔是单独向蒋介石投降咧，吼、哦。所以并无讲台湾就是因为安尼用交中华民国，若要讲交嘛爱交这个盟军，就是以后尾啊成立联合国家，吼、哦。啊，全世界上豪华的难民伫台北甲高雄这两个都市，来看，我、哦、这个是大安森林公园这边建国路桥，吼、哦。这边是大安森林公园，另外这边起个遮水，哦，这是难民营哦，全世界上水的，一般的难民营嘛搭帐篷的哦，因上大声，咱拄啊建楼迄阵是起乌下厝，因大哦，我即马住20-30年来讲哇，伤旧啊，伤歹啊，佮环境嘛即马起大楼好大，哦，啊，这是遮阳翠华路国贸社区的边家。哦，你看，因有万坪的大草坪，通互因放风筝、踢卡球、耍、哦、吼、遛狗，这起甲遮水，遐我都想无咧。
是虾米人咧保护台湾？是美国呢？是美国第七舰队呢？啊，结果咱台湾人的士大人，阮爸爸因迄代，政府敢有起厝给阮士大人？无呢？阮的厝拢爱家己开钱起的呢。啊，咱纳税金给因起两届啊呢。啊，因讲，阮桥下边顾台湾呢，啊，你桥下边啊，迄阵阮士大人咧布置啊咧种做农。生产一寡稻米来予全国的这个军食，啊，无阮爸啦，这个稻米拢卖做，拢卖交出来。啊，恁这个中国兵要食啥？三工恁若无食，你就两脚搁徛什么卫兵？我大家拢嘛有功劳，台湾每一个人对台湾拢有贡献。啊，那特别因得爱起厝予因住，啊，阮是大人无，搁起两间予伊住，好，对哇？而且是因为。咱是被占领者，有够衰的对吧？哈，好，啊，因为我到五十分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啊，我今仔暂时先讲到这，好，啊，多谢各位，咱大家做伙拍拼，谢谢，请起立，起立。